大家好，我是毛豆，现在在洛杉矶念研究生，这是我在 YouTube 上面发的第一个视频，我频道的名字是 Casper in USC，所以基本上在这个频道上的话，我就是发一些我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感。我现在在美国已经待了半年了吧，所以我也有一点点的体会，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谈。今天我要去 San Diego 玩，然后所以今天视频的内容就是我去 San Diego 的一些去的一些地方吧，还会有见到的一些东西。San Diego 其实是挺好玩的，我觉得它改变了我对大学的一种看法。我之前去过那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。去过一次，然后它跟国内的大学给我的感觉就完全的不一样。我今天会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边 San Diego 的一些比较奇特的景点吧。在加州圣地亚哥学校里面有一个 New Beach 裸体海滩，然后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冲浪，还有很多人那边裸体在那边晒太阳。我不知道他允不许拍照，反正你们肯定不会在这里看到裸体。然后学校里面还会有滑翔伞，还会有热气球。然后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现在在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里面开一车。这边都是你们学校的吗？这都是学校的房子啊，这一片全都是学校。我们现在还在学校里面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学校的那个叫 Black Beach，就是蛮大的一个悬崖，晚上往下面看是海滩，看一下后面有一个人还又在，看不到滑翔伞，我不知道在哪里了，应该看得到才对。这个是我们要住的 Airbnb 呀、啊！我操，太酷了！这也太帅了吧！刚刚洗完澡，现在是凌晨2点吧。跟一起来的女生聊天聊了特别久，聊了有3个小时。然后这两个女生还蛮好玩的。今天就在圣地亚哥玩了，圣地亚哥加州分校玩了一下，好像也没有去其他的地方。说实话哦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加州，这个圣地亚哥，我们今天基本
晚上在逛完校区之后，就在圣地亚哥的 downtown 里面逛，然后吃饭，然后逛了一圈，这边有一点死气沉沉的，就街上也没有什么人，都是老人，就没看到什么年轻人，感觉蛮诡异的。无所谓，反正明天我们会去海洋世界玩，然后听说能玩一整天，看一下吧。